家做的红薯哈，洗干净了，完拿去邻居家那里粉碎一下哈。我去，我这些都是白心的哈，红心的留着自己吃，白心的就拿去粉粉呢，洗那个红薯粉。也就五分钟搞定，3块钱一桶，4桶12块钱。啊！狗子饿了，哇哇叫。哇哇叫，别急别急啊，拽拽拽，慢点慢点，这是帮狗子买的钙片，这狗子缺钙，特别是那只狗子走路都这样子，这个好像是试用装吧，先吃这个吧，这一罐子几十块钱，这个来，过来吃，灌进去了，不要我灌是吧，咬嘴巴吃这个，别吃了，不能吃了，吃撑的都舒服吧，哎，别闹别闹，好乖乖的哈。现在把这刚碎好的那个红薯啊哈，洗一下，把那个淀粉洗出来。这么高端的食材，你拿个麻袋在这里洗？我肯定是拿麻袋洗，降低它的身份啊。来挤一下那个淀粉呢，就会出来，然后沉淀一个晚上是吧？上面是水，底下就是淀粉，啊，晒干就可以了。等下洗完之后好，这个渣我就拿回去喂猪。你那边多少钱？是吧？我力气大吧？你看，现在这个汁是带点黄哈，不白。等下沉淀出来就是雪白雪白的。经过这样一搞，这个红薯的价格，要翻个几十倍。几是吧？那怎么一个东西跟手动的？你说我妈蒸的红薯必须吃一个哈，我好烫哎。哦。哎呦，我先垫不下肚子哦。早上刚蒸的红薯，还有2桶，这就是洗出来的，你看黄黄的哈，然后沉淀一个晚上或者2天，表面上是水，底下就是淀粉了，就很白很白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底下已经沉淀了很多啊，一层。抠一点给你们看一下，哎，啊，你看，这个就是白的，再抠一点，啊，这个，看这个白白的，时间久了就慢慢的沉下去了。这个红薯渣哈，我们拿去喂猪。好吃吧，慢慢吃哈，不打扰你们了。嗯，肥一个字。